健康厨房新城工作人员就开始分工忙碌准备午餐，每一天的菜单都是经由台东圣母医院的营养师精心调配而出。这天的菜色分别有青江菜、炸青鱼、豌豆、炒豆干等米味的菜色。一个便当是有五个菜一个汤，我的五个便当盒里面是有五个菜，然后配一个汤。啊，我们每一天调配的菜都是有营养师出的，就是对针对老人家，他的需要，像一些糖尿病患者，他就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，有的是对海鲜过敏，他也不能吃海鲜，所以我们会准备就用肉来代替。健康厨房保持非常干净，工作人员依规定作业，菜跟汤都煮好后，便开始将饭菜装到便当盒里。为了响应环保，健康厨房特别使用回收餐盒，对行动不便的长者则提供纸餐和便当。像如果有比较不方便的老人家，我们都会给他这个纸餐盒，这个、就不用回收。健康厨房每天要供应东河乡及成功镇都立包翁翁部落约200位长者的餐及便当。上午约10点左右，送餐员就会分别骑着摩托车到各部落为独居长者送餐。我们到那边，我们先看我们的平板，他们都有名册在上面啊，还有便当都有名字啊。如果说他的名字没有在平板上，他就是停餐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门，什么时候关门。到家以后亲自送到他手上吗？对啊，如果说人不在的话，他会挂一个东西在这边，说放在这里这样子。部落高龄化，青壮人口严重外流，为了让长者受到照顾，尤其是独居者，台东圣母医院107年起特别在东河部落设立健康厨房，让有需要的长者可以每天享用到健康午餐。延时新闻法务了台东东河采访报道。